都死！来，干！想吃肉，先听规矩，记住徐凤年这个名字，此人应该是锦衣华服，北上之路，都给我小心盯着。若有类似的，即刻回报；若是真的发现了呀，还有重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锦衣华服徐凤年。 我们要找的这徐凤年，是北凉王徐骁的嫡子。3年前，他离开北凉游历天下，最近收到消息，说他要回北凉了。小人明白了。说来也巧，你倒是与这徐凤年年龄相仿。哦，那真是巧。反应这么迟钝，不会武功？小人要是会武功，能混成现在这样吗？你与他年龄相仿，总得试试。 徐凤年会武功啊？徐骁的儿子不会武才怪。 听见北凉王的名字，怎么一点都不怕？心里怕。直面马匪，刀刃神色如常，你这表现可不正常。我知道您不是马匪。不是马匪是什么？这面旗，我认的。那你倒说说看。这是西楚大起事的军旗。 当年景和一战，12万大起士全军覆没，西楚就此亡国。你怎么还认得？我父亲让我不要忘了这面旗。难道你也是楚人？大人，莫非是大起士？ 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接不过是一缕亡魂。别乱说话。怎么说呀？ 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那么多话呀！你说。
你说你怎么不先玩也吃呢？一撮盐，象气四溢，长力气。我李家的盐，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 清楚就没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少爷，看看对你学武也有好处。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姓徐？ 刚才厉害厉害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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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人，又见面了。徐凤年找着了。<笑>你就是徐骁的儿子。大人跟我说笑。 这话昨天还没有呢，刚送到，也是你命数该绝。哪儿来的？徐子旗下35万铁骑，想要你命的，总会有几个。北凉军中送来的。徐凤年，亡国之恨，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是是，徐骁杀敌无数。 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，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！这可不是。啊！怕？哎呦，有可能。那么多废话。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快走。 能不能给个机会？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<笑>嗯？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家门你开。<笑>我告诉你。 徐骁，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！阁下是谁？ 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喜欢你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那天下之敌，阁下今日若让开路，算我等千里人情。我救你命。让我进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阁下和小青说的，只是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。 全给我杀了！坏呀！北凉的味道，真香啊！ 小二，上酒来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本店招牌杏花酒，一壶20钱，不贵，可也不便宜啊。你先记账，回头有人送来还打赏。记账，客官，您这酒还没喝呢就醉了，小本生意概不赊欠。 小二，给他们上酒，上最好的酒。哎，
真是可惜了，眼看就要到临州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谢谢你请我喝酒啊！嗯，香啊！老王，你干嘛什么都跟我讲？行，别撒了，这酒啊，就当是送你们上路。 还有肉，之前约定还算不算？ 当然算，大哥，大哥，别打坏人家酒坛，给我杀了他！这儿是北凉，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。 天下没人敢拦在北凉战马之前，下来！我要你下马！ 宁将军。 北凉军中有人把我的画像交到匪徒手上，将军知道吗？北凉军中绝无此等人，我只看到宁将军在冲杀我的朋友，宁某奉命监视此回府，拦路者即是违令。那若是我让你下马呢？哥，哥，哥，小王爷。 哥，哥，哥，让哥好好看看，长大了。嘘。
他也累了。江泥啊，三年不见还这么瘦啊。徐潇来了，我这爹杀行中，你要是不躲，一会儿性命难保。哎，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？三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那三年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是是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让你赶我去坟地，差一点！别！哎呀，别闹了！哎，你不用狡诈，你穿上鞋，穿上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主任，别中间中间那东西跪着了。那我这要给你赔罪啊！别！不赔罪，不赔罪。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您好，显得咱这么亲点啊。主人，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一感风寒。行，完了，三所宅子，关上门啊，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还追！哎呀，没完了！这怎么闹的？等会儿，我今天真饶了你。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啊，你等着，爹等着，爹等着。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不累。哎。来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哈哈，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啊？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。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。战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别光看着，让他们来。聊你的，徐潇，你儿子逃过一次，逃不过第二次，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。好，你怕死吗？
灵州城外杀我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而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城外杏花酒摊儿，你为什么把刀放了？糟了，北凉铁骑。死都不怕，为何要降？我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就顺着下。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徐骁，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？当然记得。灭楚大战，西楚大起事，没有一个投降，全都战死。对呀。那按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死战才对啊。为什么放下刀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，我自己猜。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，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，结局已定。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，又或者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骁的悲痛之情？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。这就开始自贬了，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。这是灵州北凉中心，怎么杀我？北凉军是吧？你们只是开场，大戏内鬼来唱。也不是纨绔子弟。我怎么不是纨绔了？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吗？人所皆知啊。徐凤年，你藏得好深呢。那看来我是猜对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，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？有刑吧？大可不必，我等他来找我。我聊完了。完了。好好好，咱爷俩聊聊去。徐骁、徐凤年，你们必死无疑，你们必死无疑。我生得晚，未曾亲眼领略大起事的风采。你请我吃过肉，喝过酒，我还你这面军旗。等久了吧，哥。
咱们钓鱼。撒饵吧。我弟弟，徐忠相，见过了。天生神力。这是青鸟，这是红薯，都是我院里的。这个，姜泥。钱。三个丫鬟。世子的梧桐院内丫鬟婢女20余人，钓个鱼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都是伺候你的。命好啊。羡慕。你答应过我让我进听朝廷。听朝廷就在那后边，想去随时可以去。只能待一个时辰。我说了让你进去，我没说让你常住啊。开个条件。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。南宫仆夜。北莽南宫世家，这就怪了。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，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。你想毁约？问你个事儿呗。讲。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？世子死了，除了小王爷外谁掌兵权？我爹有6个义子，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。要杀你的恐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与我无关。商量个事儿，做我2天护卫呗。北凉王府高手如云。答应我这件事儿，以后听朝廷里边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成交。九胎内脂，锦州青白鸾。识货，从小养的。这可是千金难求啊。这是最上等的6年俸，万金都不换。楚禄山求见。他正是6名义子之一。接着钓。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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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世子，世子，
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哎呀，世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世子啊，世子，这三年我是日思夜想，世子啥不思饭不想啊。哈布斯放不下啊？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？绝对是瘦了，瘦了整整一圈啊！实在若是不信，我立马上称，重一斤切一斤肉，重十斤切十斤肉。要你的肉干什么呀？那兄妹狗也好啊！楚将军真是好兄弟。哎，叫我露圈就行。那怎么合适呢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。狮子，狮子这三年想必青楼也去的少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，才貌双绝，尤善剑舞，那风姿，那长相，算是冠绝灵州了。人刚到，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。还会使剑舞呢？啊，那又，那徒弟，世子不知你现在可有空闲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本来是来钓鱼的，钓着钓着，你就来了。那。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？不用，钓到了。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。晚上回来？肯定回来。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。多加几条。青楼能去吗？无所谓。老黄，你都这岁数，你就算了。这位是新护卫。这样貌，新护卫，还是世子你会玩？你别乱说话啊！一会儿人家砍你，我可拦不住。走。